这什么啦？人草。我们先把自己拥有的讲一讲好了，不然我有点不踏实。就是我想要先讲自己拥有的，然后一些布阵。这种游戏我是抱持着很开心的态度来玩，因为它让我想到以前的那个网游，我觉得好怀念啊。这款游戏好像以前的一款现有，说错了，是现有，网游也有啊。所以我们又分为以前的游戏又分为什么？以前游戏又分为网游跟现有。那现有就是 online，然后再来现在是手游的，现在是手游的时代嘛，所以就是手游这款手游。玉兔。很像我以前玩的一款游戏，这酷，玩法像而已啊，回合制嘛。天哪！但说真的，手游真的太多人了，因为手游要玩真的是太容易了，以前的线友还要当什么的，然后以前的网络速度又对啊，又不快，你知道，所以都要等。现在改变太多了，时代的进步了。等你，然后呢？这个兔兔。技能升一下，排行榜什么时候要讲？有战力吗？那他是可以怎么样看？你可以讲一下吗？你像也不能看他的，他只能讲，他只能讲那个诶。他只能讲第一名的玩家他没办法看装备吧？哇，还可以看他在观战呢。所以这些可以观战，是不是？如果之后讲的话，你只能讲第一名的玩家。